这两天全网都在说，马斯克已经成功完成了首例人类大脑芯片植入手术，而且恢复良好。画面上是一只被马斯克植入了大脑芯片的猴子，正在用电脑玩乒乓球游戏。这个画面之前我们只能在科幻大片里见到，没想到竟然被人类真的实现了。还有更吓人的，这只猴子不但会使用电脑来玩游戏，还可以用意念很熟练地用键盘打字。让人类知道此时他正在想什么。以前养宠物的时候，经常好奇小猫小狗到底在想什么。以后说不定还真有那么一天，实现你跟你家不会说话的小宠物狗用文字交流。之前的几年时间里，都是在例如老鼠、猴子、猪等上千个小动物身上做脑机接口实验。这次马斯克终于第一次接到了人脑，这证明他的技术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大半了。不光是马斯克，我们中国的脑机接口技术也迎来了巨大的突破。清华大学也官宣了，与宣武医院团队进行了首例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实验，而且证明脊髓损伤的患者已经完成了3个月的康复训练。大家觉得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打开思路，天马行空的好好畅想一下吧。第一就是比较实际点的，未来几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医疗能力将有很大的突破。目前的脑机接口实验主要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可以靠意志来控制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后续还将要实现让瘫痪者重新开始行走，盲人重现光明。脑机接口技术还可以通过调节大脑化学物质来改变人的情绪，来治疗心理疾病，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抑郁症。第二呢，看到被做实验的猴子可以熟练地掌握电脑，甚至可以读懂英文，可以用电脑玩游戏。学会猴子本身不能实现的技能，那么会不会以后人类就可以不用再刻苦学习了？可以通过大脑芯片植入掌握任何你想得到的技能，只要内存够大，人人都可以做到18国语言精通。那现在我们还在使用的死记硬背，会不会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呢？第三，会不会有一天可以控制人类的情感世界？到时候，男生想对自己心仪的女生变得非常容易，失恋更是不存在了。第四，人们可以实现跟动物去交流，不论是家里的宠物，还是外面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够实现无障碍沟通。第五，改变我们对时间和历史的感知，实现人类穿越时空的梦想。利用被植入的大脑芯片，可以身临其境般的体验历史的某一刻。你曾经所追的穿越剧，还真的有可能在未来变成现实。到时候你最想穿越的是哪个朝代呢？随着大脑芯片植入技术越来越成熟，加上其他各种高科技的不断进步，未来人类生命的意义将彻底要被重新定义。满大街行走的很多都有可能只是人类的肉身，但却拥有可以被芯片控制的大脑。科幻大片中的场景真的有可能变为现实。我们人类从最初的农业时代转换为工业时代，然后又转换为当下的信息时代。现在又可以明显感觉到，又往人工智能时代在慢慢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20年后，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很大可能将与人工智能共处。到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有工作将会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大家是否准备好了？但现实是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人类的新阶段。我现在最好奇的就是，未来社会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代的职业发展。小伙伴们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吧。